适合每礼拜六八卦三，礼拜六日历。对啊，我名称频道名称叫吃饱睡，但是频道我的名字不姓吃饱睡啊，我姓林。声音不一样，我不是他的哥哥，我是他的弟弟。能挂掉？我一天能挂多少呀？能挂掉？能挂几？能挂？能挂三步？对呀。三。
被简讯害到掉出去。贵人吧，哎，我几个贵人怎么到我？哪会有你们？反正你摆啊！我等下再打电话去中华电信聊一下，没事不要乱发信息。搞我！不管啊！没有在下雨，现在没有在下雨，不过看起来快下雨。
个钱跟分成二三十几的收入对我来讲，我没有觉得很大。说真的，你碰到广告的话，不要看完，直接略过就好了。可以略过就直接略过就好了，不需要把广告看完。说真的，我就是喜欢直播，那个广告那个广告的收入差那一点点，对我们来讲真的没什么差。对，略过就好了。
再小。这种玻璃鱼啊，这一包过年卖，我看你卖三百五拢，咱卖一百块。对，火锅店牛排馆那卖，这些都用汤的，用这些做汤都做糟。对，它细只还叫一块一块糖。我真的为了大家的健康跟远离疫情啊，不管怎样，还是要先把那个压下来，避免破坏。我跟你讲，平常的一个风光的话比较多啊，都是都在打二十四。你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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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旁边那个是员工。两百六，对，也是去两百了。能到货，两百块能到货，能到货，能到货。来，发现过来被偷了。Oh.